宿，走在奔向光明的道路，是作爱浇灌每一天醒目，走在主赐福奇妙永生路。这条路上有甜也有苦，苦难是主化妆的祝福。这条路经历高山和低谷，最美的旋律是主他带过。我们来祷告啊，主内平安。哎，我们的老师上来了没有？谁看着没有？老师上来了没有？我们老师应该上来了吧？如果那没看到，那你老师把音乐放低一点吧。关掉了啊，老师上来了啊，没有，没有吗？那你敲他一下、嗯、可以吗？有他个人微信吗？我有，但是我得退出了。哦，行，我不用说话可以，好了。对，你不用说话，你就那个敲到他就知道了，然后我祷告啊，因为那个不然的话还得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对对对对啊，感谢主。好，我们同声合一来祷告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主啊，每天晚上我们与你有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渴慕你的宝贝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来认识于你，主啊，来越来越知道你的主啊心意。亲爱的班父，我们向你感谢，我们要极力的来主啊寻求于你。主，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眷顾着我们，身加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感谢，主啊，谢谢你一路上的带领与教导。在新的一年里，主啊，我们真的要把诗篇主啊第一篇牢牢的记住。不做恶人的计谋，主啊，不做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主，义人主啊道路是要分别为圣的。主啊，你让我们就是为了主啊分别为圣，得到你属天的祝福。
因为魔鬼就是来搞破坏的，魔鬼永远是做主啊拆毁的工作，但你永远主啊爱我们，总是保护着我们，搀扶着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你圣经里面遨游，在圣经里面主啊抓住你话语的应许，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主啊有两种灵在主啊主啊来看着我们，盯着我们，那么唯有上帝的灵盯着我们，是爱我们，保护着我们，牵引着我们。主啊即便是管教我们，也是为了爱我们。主啊撒旦他永远是搞破坏的，他常常用甜蜜的主啊话语诱惑着我们，主啊用金钱来诱惑我们，主啊用一些主啊不合法的诱惑我们，使我们主啊以金钱主啊而为前提，以至于将我们的灵魂堕落在地狱里面。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虽然阿巴父有时候会教导我们，训练我们，主啊也会罚我们，但是目的就是让我们学艺跟随着你，主啊按照你的律来成就大事，就是将你自己的祝福赐给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恶人并不是这样的，哪像糠皮被风吹散。主啊当审判的日子，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更知道恶人的道路，恶人的结局就是灭亡的结局。所以主你常常拉着我们，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当我们跟世人一样犯罪的时候，血气浓浓的时候，主啊也是嫉妒纷争恼怒仇恨撒谎偷窃的时候，主你总是管教我们，为了是让我们主啊行政，为了是让我们主啊能够主啊得到主你的祝福，以至于让我们跟世人有分别为圣。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赞美。亲爱的阿巴父，谢谢你主啊把我们从世界上主啊拣选出来，哦主啊分别为圣，归于你这位好牧人耶稣基督来管。主我们感谢你，因你知道我们的声音，呼唤着我们的名字，把我们带进你的岁月里面，从上到下主啊要赐福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长子，你将属天的赐福跟地上的祝福都愿意赐给你的儿女们，圣愿你的儿女们来渴慕寻求与你真正的主啊认识你，主啊真正的来在与你同行的道路上能够主啊知道你的心意。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依然我们把世界的主啊各个的灾难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把土耳其主啊这样的一个地震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带来很多的伤害，带来很多的主啊主啊做人的生命的毁灭，正愿他们都是主啊基督徒，主啊不在乎肉体活多少，在乎灵魂的得救。若是没信的，真的说在苦难那一刻最后一刻呼唤耶稣的名字，主你来安慰那些主啊主啊受难的家属，主我们就只有祷告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感谢你，全世界都愿意了去支持，主啊真的是说一方有难主啊八方支援。主我们也看到我们中国主啊主啊也支持我们去那个土耳其，主啊在那里主啊帮助那些苦难的人，帮助那些灾区的人们。主啊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让我们中国能够荣耀于你。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做工，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自意骄傲，主啊除去我们的自私，常常只为自己祷告不为世界祷告。主我们为世界祈求平安，我们也为我们的中国认罪，主啊愿我们的中国主啊远离战争，远离瘟疫。主我们中国四川某地方也有地震，求你来让他们恢复家园，主啊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于你。主你亲自来做工，是我们中国主啊无论是经济主啊还是粮食，都求你来祝福，都求你来恩待，
使我们中国远离一切的主啊，偶像。主啊，转向你真神，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我们海峡两岸和平解决。主啊，远离战争。哦，主，因你海峡两岸，我们的海峡两岸有你的百姓的缘故，主啊，他们要传回福音到耶路撒冷。主，这是我们海峡两岸的使命，愿你自己来成就大事，也愿你更多的兴起你的儿女们起来祷告，成为你的主啊使者，成为你的主啊传递者，成为你的守望者，为自己的祖国守望，为自己的国家主啊守望，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理所当然。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拜偶像的罪，主啊，离婚里的罪，贪污的罪，拐卖儿童的罪，主啊，不认识你的罪，抵挡你的罪，主啊，主啊，就求你来除去一切所有的罪恶。主啊，我们这个也求你除去网络上的诈骗分子的罪。主耶稣啊，做拆毁的工作。主啊，今天人真的是说都是用主啊手机来主啊用钱。主啊，你来保守每一个人手机上的主啊银行卡，求你来做工，把主啊这些百姓经济多少多少库房交在你的手中。主，无论是微信，无论是银行卡，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主啊支付宝，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与看顾，不是你的百姓受魔鬼撒旦的主啊搅扰毁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为主啊我们中国的主啊执政的掌权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他们有主啊聪明智慧，说造就人的话。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中国主啊国际关系也交在你的手中，让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你的同在，主，你的手伸在那里，使我们中国真的是能够与各国邻国都能够有和睦相处。哦，主啊，你来做工业，并且帮助邻邦那些国家说造就人的话。主啊，让我们真的说每个国家都是和睦存在这个地球上，主啊才有平安。主啊，为你的事工，主啊，我们也要求这个平安。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主，为我们的主啊基督教也要祷告在你的面前，特别这些宗教局的主啊，那些宗教局的也让他们主啊能够支持我们基督教。主啊，主啊，都是按照圣经真理的基督教，主啊，你让他们合而为一，无论是三支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能够合而为一。唯有这些主啊假冒的异端的拜偶像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离开，主你来做工。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14亿的人魂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在我们中国上空除去一切黑暗的权势。主啊，那些搅扰的灵，破坏的灵，主啊你要除去除去，主啊把他们拆毁拆毁，是我们中国主啊百姓到执政的到百姓的都能够顺服在你的心意中间，是我们中国宗教局都能够有一个正义感，按照圣经主啊来支持我们基督教。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为我们自己教会今年的方向交在你的手中，意向交在你的手中，宣教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主啊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走出家门，走出国门，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以至于我们也晚上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主啊主啊奉献我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愿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身心里健康活泼的灵性，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认真在家里主啊认真的听你自己仆人给我们传递的信心。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为你的仆人林尔文老师交在你的手中，为他手中的工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无论是教导我们的圣经真理，还是主啊他自己手中你所赐给的这份工作之电视台的工作，求你来祝福，都求你来恩待，启示的灵与他同在，帮助着他做正确的事，荣耀你自己的事。把老师手中 QG 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按照你的主啊意向为他成就大事，赐给他主啊核心的同工，赐给他忠心连善的同工，当他要落地的时候，主
你就为他找到合适的连接的主啊，哦，对方，亲爱的主啊，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任何一个项目，任何的经济都交在你恩主的手中，让他们对你的神的家、神的意向是忠心良善，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只有祷告，只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一个祷告你会做大事，我们一个祷告我们会减轻，你会增多，因为你会差遣你自己的使者垂听地上的使者们的回应，来成就地上的大事。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主啊，也求你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哦，使我们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意象，满有祷告的权柄、祷告的能力与恩赐。感谢你有众弟兄姊妹的守望，主啊，我们就向你感谢，相信主你是祝福的神。是啊，是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纪念平台上每一个你的儿女们为国度的守望，为祖国的守望，为世界的代祷。主啊，都求你来做工，我们一个小小的祷告，你就会成就我们的大事，祝福在你儿女们的家庭、事业、婚姻中间。主啊，来，主啊，让他看到你是愿意垂听我们每一个祈祷的主。主啊，你说当我们张开嘴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充满的灵充满在我们的灵，让我们张开口向你祈求，向你求，你必为我们成就大事。阿爸父啊，无论是哦世界的大事，还是国度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本教会的，还是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个人的事，都求你各按其职来成就大事。主，我们就这样向你感恩祷告交托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背使徒圣经，我们一起来背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有童贞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神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哈利路亚。好，哎，我刚才听了说那个米拉是蓉蓉吧？哎，对，米拉是蓉蓉。哦，好，感谢主。我说，哎，我说怎么那个多了一个人呢？我说这人我怎么不认识？哦，蓉蓉是改的名字是吧？嗯、老师你上来了，我好感恩啊！把时间交给你了。是有一个恩典姊妹给我打电话，谢谢你、感谢主，把时间交给你。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哦！主，你实在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我们赞美你。昨天哈、我们一口气啊，讲了蛮多东西了哦。之前哦，以扫要杀雅各，这个雅各的母亲呢、用尽方法啊、就是赶紧把他的儿子雅各啊，这个。来带到带离开他的家啊，那这个是在27章的时候，因为这个
利百加啊，这个怂恿他的儿子雅各啊，欺骗了他父亲，夺取了这个祝福。那么后面呢，也看到他的这个姨嫂啊，在4岁的时候啊，就娶了2个赫人的女子为妻。显然，这个赫人女子的的确确啊，是不让这个赫人女子常常使得以撒跟这个利百加心里忧愁的啊，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那在以撒在那个别示巴示就是约示示约之井的那个时候啊，以扫已经这个娶了这个女子为妻了。所以，当这个以撒这个年老啊，两眼昏花，不能看见，叫他大儿子来。你要知道，他60岁生孩子啊，40岁的时候，这个以扫40岁结婚，也就是说那时候他的年纪啊，以撒都100岁了。他说：“我今天呢、啊，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才死啊，会死啊，你赶快去打个野味啊，好让我为你祝福。”其实这个祝福还要有条件呢、啊，麻烦呢、啊，结果他还真去了啊、那以撒这个为了这个雅各、做了极大的祝福，但是啊，当一天之内啊，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他的哥哥就发现了他是欺骗的，他的父亲也发现了啊，这件事情啊，造成了后面呢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都是咒诅啊。这个在历史历来以来啊，有许多家里面的这种诅咒的事情啊发生。那为什么？对人对神都有满了亏欠嘛。那这种咒诅是不得不然的。那后来呢，利百加这个听说了这个以扫啊想要杀害他兄弟雅各的时候，赶紧啊，就叫小儿子雅各来。当时啊，雅各啊，至少也是40岁以上，但是是不是只有40岁呢？哎，答案是啊，他可能啊，比这个40岁的年纪大很多，有可能都快要70啊。那时候到了年纪都那么大的，居然还没结婚呢，也实在是很特别的啊。不论如何，这个事情啊，时间上面好，时间轴上面是值得推敲的啊。然后我们对那个是真实的状况嘛，也有所了解。好，利百加呢，对以撒说啊，我因这是个赫人的女子啊，性命都厌弃了啊。那如果雅各也娶了这个迦南人呐、赫人女子为妻的话，我还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嘛啊。以撒这个听了就烦了，但是也的的确确他也很厌烦那个赫人女子的情况。于是叫的雅各来给他祝福，嘱咐他：“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那是让我们头痛死啊！你到你外祖比土利家，在你的母舅拉班的女儿当中娶一个女子为妻吧，愿全能的神赐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啊！也将亚伯拉罕父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们承受所寄居之地为业。”就是神赐亚伯拉罕为业的地。好，那他走了，往哪里去啊？往巴旦亚兰去了啊。那去那边找他的母舅了啊。那以扫一看，哎呦，这个显然呐、这个以撒已经为他祝福了。为雅各祝福了，又差遣他到巴旦亚兰去，又要叫那边娶妻生子。那显然特别强调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就表示知道他父母亲呐、都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了。这个好，那他是你既然看不中啊，那我到那个本家父家里面去娶一个女子吧。以撒的这个哥哥叫以实玛利娶了他以实玛利的妹子，
以撒玛利亚女儿，尼拜约的妹子为妻。好，这个呢时候啊，雅各才刚刚开始啊，这个他的生命的旅程啊，他在伯特利啊，梦见这个天梯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人呐，人走到尽头的时候啊，他才用石头啊当枕头了，他也不讲究了。 人的尽头，神的起头，神自己啊，有上去下来的使者啊，耶和华的使者，这样把你啊，从地带到天，把天带到地，这就是天梯，神的家，天的门，啊的这个主要的含义啊。那哎，又听到啊，耶和华神亲自向他显现，这个时候啊。 不再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而是成为雅各的神，因为亲自亚伯拉耶和华向雅各说话：“我乃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我也是以撒的神。那如今呢？啊，我要成为你的神啊！那我要将你所踏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呢，要像那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东西南北展开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那我呢，也会与你同在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话。这个哈，每一次啊，你只要听到神。 真切的告诉你，他是与你同在，并且祝福你的时候，你这个人啊，就好像带上了一个什么盔甲一样，就是神的一直与你同在，成为你的保守，啊，我是觉得啊，神有神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有神的人真的是不一样。那这个为什么世人在看我们呢？手中啊。 不一定都是尽都顺利啊，但是常常见到神独特的一种保佑，或者是独特的一种这个保守和顾惜。好，这个雅各醒了，哎呀，这耶和华真在这里啊，我居然不知道，这地方何等可畏啊！这是神的殿。 这是天的门，神的殿就是 the house of God， 就是神的家。哎呀，清早起来啊，立所整的石头为柱子，浇油在上面。啊，他这个是受圣灵感孕来做这个事，因为啊，在这个时间以前，整个创世纪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他这个动作本身是蛮有启示性的动作。第一。 这个神的殿，神的家，你要在神的家中，神的殿中做柱子本身呢、啊，它是圣经里面啊早就有提到的是，这是柱子啊，你们知道在圣殿的前面有两个这个波阿斯和雅金啊这两个铜柱啊。 这个非常伟大耸立啊，在整个殿前，成为啊，好像见证啊，见证的数两个嘛啊，然后坚定在地啊，然后顶于这个天的这个神的殿啊中，成为啊世人所仰啊瞻仰的啊，那就是说有这个柱子啊，就表示啊这个殿的位置就是啊。 彻头彻尾的被怎样被确认啊，被确认啊，那它又浇油，油我们知道是膏油涂抹啊，跟圣灵有关，与它连结的意思，与它连结哈、啊，那么与这个柱子连结的话，就是说圣灵啊涂抹在所有祭司所要使用的器具上。 包括帐幕里面的里里外外的每一样东西，柱子也是一样。啊，当这个圣灵的膏油涂抹在这个柱子上，它第一，它这个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意思，不再用作世上的用途，而是拿来给神所使用。
当神用膏油来涂抹你，涂抹我，好像膏油来涂抹君王啊，这个大卫王的时候，他这个人呢、啊、就被分别为圣，归给神，要由神来使用，就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个焦油啊，好像是清点啊，这个是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啊？这个主人呢、啊，常常在每一样属他的东西上面啊，写一些署名啊，签上名字。这个焦油啊，有一点那种连结啊，这个圣灵的浇灌，连结圣别，从世上凡俗的圣化到圣别到神国里面的这个样的意思。本来石头是到处都有的，但是这个石头借着油的浇灌呢、啊，成为分别为圣的神家里的柱子，好吧？啊，他就取名叫伯特利，神的殿的意思，原先叫路斯。那他开始属于许诺了。哎呀，神，你既然在这里啊，我跟你商量一下，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也保佑我啊，给我吃，给我穿。又让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家，哎，我告诉你啊，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这个讲的这个你这个我们很多人啊，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刚刚开始那个水平就是这个雅各的水平。雅各的水平是什么？有吃有喝有住有穿啊，与我同行，一路保护啊，什么都是为我，为我，为我，为我。哎呀，耶稣为我啊，他死了；耶稣为我啊，他来到地上了；耶稣为我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懂吗？这个全然的就是一个I'm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我是啊整个宇宙的中心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谁才是宇宙的中心啊？主自己，基督与教会才是那这个真正的中心点。所以这个时候的刚刚信主的人的那个属灵的认知其实很浅的。雅各生命中这个很浅的一段就在这里啊。那我们看到啊，他跟主啊，像啊，如果你让我平安，我以你为我的神，我现在在这边所立的石柱，对不对？也必称为啊神的殿啊，将来我会帮你建造起来，你放心啊。这个就是先给你的一个定金，就这样，一个柱子在一边啊，用油来分别啊，而且呢，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十一奉献，绝对不含糊啊，这个是。这个雅各打的算盘啊，打的可精了啊！你给我100块，我给你10块，这种东西，要我也很愿意打，哈哈，对不对？哦，那雅各起行呢，到东方人之地，就看到有一个打井啊，然后后来发现啊，原来是啊这个巴旦亚人的这个牧人啊。这边牧人的井，这边都是哈兰的啊，那边的人。那你们认识我的这个亲戚叫拿赫的孙子拉班吗？我们认识啊。哎，你看，你猜想他的女儿拉结就来了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已经看到、啊、雅各跟拉结出世的时候呢，一见钟情的过程。哎呀，放声而哭啊，终于可以动情了啊、这个我走了半天，终于找到你们了啊，这是我的家人啊。好，那拉班说，你甚至是我的骨肉啊，同住了一个月，哎，就讲话了。你这个同住一天两天，这个白吃和白喝的也就算了，哦，一个月有一点长了啊，这个总不能让你白白吃喝吧。那他向他说话了，说的话其实是反的啊。你虽然是我的骨肉，前面是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啊，但是啊，这边讲的时候啊，把那个感觉啊 ，my flesh my bone， 这个前面的那个是非常热切的殷切的讲法。那么后面呢、啊？你就是我的 brother， 你其实就是我的兄弟吧？你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啊？
So you therefore serve me for nothing? 这个你要 serve me 哦，你要这个你必须要服侍我啊，你要服侍我，不是你如果光是白吃白喝就可以了啊。他说 ，You should serve me for something. That's fine 啊。你啊，从现在开始啊，你在这边工作啊，你要什么呢？我给你。你要什么工价？哎呀，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利亚，小的叫拉杰，长相啊，其实都不丑，只不过利亚的眼睛没神啊，这个大祭司眼啊，那个这个加拉杰呢啊，却生的美貌俊秀啊。他讲的利亚没有神气啊，那是中文翻译了，实际上英文就是讲啊 ，Her eyes were weak。就是比较弱，可能有弱势啊，比较个弱一点啊。那 Rachel 的话，哎呀，生得漂亮，那个样貌形态啊都不错啊。就是 inform 就是那个身材的意思啊。那个 an attractive 的话就是长相的意思啊，美貌俊秀啊。那么拉杰雅各真是喜欢拉杰，哎，从头到尾就是认定他了，一见钟情的嘛。那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啊。那拉班说好啊，那你就这个我给把它给你，甚至给别人了 啊你就跟我同住吧 ，stay with me 啊，继续留下来给我干活七年。七年之后如同几日啊，深爱着他嘛。那么日期满足，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了，好让我与她同房啊。I may go into her， 我能够与她同在的意思啊。好，吃完饭喝完酒，把这个拉班居然把大女儿利亚先送来了啊。哎呀，这个是早上的时候，雅各一看啊，怎么会是利亚啊？这个你对我说什么事啊？啊，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杰吗？为什么要欺哄我？有时候真的是啊，这一段婚姻啊，虽然不是啊雅各主观认定的婚姻，却是啊被神所大大保守的婚姻。你有没有发现，利亚跟这个雅各的结婚，为他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对不对？那么但是啊雅各却不爱他，但一直到的拉杰死后。你就发现了这个雅各啊生命变了，他知道利亚才是神所安排给他一生一世的那位，他也没有在挣扎，也没有在听他说过什么不爱利亚的这样的话，都不会再有了生命的改变啊，他看懂了。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拉杰在逃离巴旦亚兰的时候啊，用自己的身体去怎么样去隐藏了从拉班那边偷来的神像，这个事情并不讨神喜悦，所以神也没有让他怀孕，也真的是有很多的原因的了啊。那不是啊，就是没有给他那么大的祝福，有其原因，他这个心里面恐怕想的还是有偶像的神呢、啊。好，拉杰这个雅各爱拉杰胜似爱利亚啊，又服侍了拉班七年的时间啊。后面呢老师希望你们把这整段的那个故事把它用这个记忆给它记起来，串联起来，因为这一段的记载看起来也不过是生的谁啊，但是他的那个整个的过程要被保持到永世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中的，他里头的珍珠门上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从哪里来？就是从这里来。所以29章这边呢 是一段非常值得好好的深思的地方。好，首先耶和华神看见利亚是从看见就使他生育了。这个拉杰虽然这个天天跟那个雅各腻在一起却不生育啊，这个是出于神的啊。那么利亚就怀孕生子名叫流便啊。这个流便什么意思我有儿子了，终于有儿子了。
哎呀，这个利亚就说了，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了，他叫我得着儿子，如今我的丈夫必然爱我。哎，这个是利亚说的话。所以啊，流便的意思是什么？得着儿子的意思啊。记住哦，弟兄姊妹，老师重复讲的原因是因为很重要，你就把它记住吧，好不好？啊，那你得了儿子以后啊，哎，这个后来啊，这个他又怀孕生子。啊，那他都已经生了一个了，又有一个，那个拉杰是肚子里面空空如也啊啊，就说哎呀，这个是因为耶和华神呐、啊、听见我失宠了，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什么？叫做西面。西面什么意思啊？听见的意思。前面是看见呢，给他儿子，所以流便是得儿子的意思。但是啊，后来啊，这个耶和华神啊，听见了我的这个失宠啊 ，has heard that I'm hated 啊，我是被怎么样被厌弃的 hate 啊，是被恨恶的意思，所以又赐给我这儿子啊，所以啊，他叫做西面，西面什么意思啊？哎呀，他是啊被厌弃的啊，他是啊。听见神听见他被厌弃的意思，那个听见的意思叫西面。所以来你现在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就是老大叫什么？流便。老二叫什么？西面。老大是什么意思啊？流便是啊得的儿子的意思。老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西面啊，是听见神啊，神听见他的苦情，他失宠的意思。好，那现在再下来我们看到老三的时候，她又怀孕生子啊，名叫什么？名叫利未。为什么叫利未啊？因为啊，她认为啊，我给我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要与我联合了啊。她这个显然呢、啊，取这个名字啊，都满了的渴慕，饥渴与丈夫的连结，饥渴与丈夫有好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啊，联合。啊，我需要，我有期待啊，我与我的丈夫能够联合啊，就是立位的意思。那么后来又怀孕生子啊，哎呀，这回我要赞美神啊，他不再是啊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啊失宠啊，这个看到他啊这个见到他失宠，听见他失宠，给他生育的事，而是啊要急需不断的赐福给他啊，他说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因此啊给他起名叫犹大。犹大是什么意思啊？赞美的意思。这时候才停止了生育。好，所以我们后面的两个，一个是啊他必要与我联合的立位，再来一个是啊他大大的欣喜啊，把感恩啊想感谢啊，这个我们的神啊，就是赞美的意思是犹大。好，现在我问你们啊，前四个叫什么？第一个，流便什么意思？得儿子的意思。第二个呢，是这个西面啊，你这个闭上眼睛都要讲出来。西面是什么意思？听见他的苦情的意思，听见。第三个联合就是立位。第四个要赞美就是犹大，好吧？好，我们讲了这四个以后啊，拉杰发现了啊，这个怎么样都生不出来，那只好把他的妾啊，把他的这个使女啊，毗拉啊，给这个雅各为妾，好叫他啊从毗拉生得自己的孩子。以前的这个仆人啊，婢女啊，是主人或主母的产业，他们要掌管他们的不仅仅是这个叫他们做什么事啊，也是他们的生杀大权，甚至于他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主母的啊。所以啊，毗拉在这里，你跟他同房，使他身子啊放在我的膝下，好叫我得着儿子。结果呢，果然如此。毗拉一下子生了一个儿子啊！哎呀，拉杰说伸冤了，为我伸冤了，伸了我的冤，听见我的苦情了啊！他终于赐给我一个儿子啊！
他不是说给屁拉的儿子哦，他是说给我拉紧，于是啊给他起名叫蛋，蛋就是深渊的意思啊，记住了，这个是对手生的，所以叫深渊啊，深渊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哎呀，我跟我姐大大相争呐、啊，而且大大得胜呐、啊，哎呀，太好了。我要叫他拿佛他利，就是我与我姐姐相争的意思啊。这个前面啊是生的蛋啊，为我伸冤；后面呢又成啊，又胜过了啊，就是啊，与姐姐相争，与之相争的意思啊。然后这个利亚一看那个不是办法，我都已经生了四个，我也在停止生育了啊，那这。哦，你会有使女，我就没有啊啊！我的使女啊，长相也不差啊，他们这个通常都是啊挑那个又聪明伶俐的长相也不错的做事啊美女啊。那希帕啊，我也让他给这个雅各啊这个为妾啊，你送你的使女为妾，我也可以啊啊，所以也是啊。这个希帕就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啊，利亚一看到万幸啊，真好啊，这个是 very good， 这个是这个我是啊 ，how fortunate， 哎好多好的多美好的幸运啊，多美好的这个幸福啊啊，这个万幸。啊，所以加德的意思就是万幸啊，但是这边呢、啊、是这个利亚的使女啊希帕所生的啊。那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他说哎呀，我真是有福的，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所以 happiness 这个是 happy 啊 am I， 我是有福的， I'm happy， 我是非常快乐的。Oh, for the daughters will call me happy. 他们都要叫我为快乐的，叫我为有福的，称为有福。所以就叫到亚什么亚瑟，亚瑟是什么有福的意思？来，我们这边的四个使女所生的，啊，自从啊这个利亚生了四个，哪四个？流便、西面，啊，这个利未跟犹大，分别啊，流便是得儿子，西面是什么样？啊，西面呢、啊？是这个，哎，大家好，你想想看呢、啊，是神听见他的苦情呢、啊，听见的意思啊，你就把那个故事想一想就行了啊。然后后来呢，又得了利未，利未什么？他必要与我联合了。那么最后呢，是犹大啊，我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这四个。得子听见啊，联合还有这个赞美啊，这四个名字就是老大到老四。然后来拉杰把这个希帕啊，这个不是希帕，屁拉啊，交给这个丈夫为妾啊。那屁拉就生了的第一个儿子，哎呀，叫做神为他伸冤啊，伸冤就是蛋。后来在第二个儿子啊，我跟我姐相争了，我又得胜了，太好了啊！这个是轮我开心了、啊，轮我可以嘲笑人了 啊！就是啊，这个拿弗他利，所以蛋是什么意思？蛋呢、啊，乃是深渊的意思。那拿弗他利又是什么意思？拿弗他利啊，是啊，这个相争的意思，相争的意思哈、啊。那之前呢、啊，那个艾瑟的那个基拉尔谷的这个仆人牧人呐、啊，与以撒相争的地方啊，也是个艾瑟跟这边的拿弗他利是同一个意思，相争。好，我大大得胜了。然后后来这个利亚呢不遑这个而让啊，那就是啊。也把自己的使女叫希帕啊，给雅各为妾。希帕生的第一个儿子，哎呀，这个实在啊，这个万幸啊！看我自己有四个，我现在呢，连我的使女也都帮我生一个，哎呀，真的好。
再来一个，哎呀，我这个我真是快乐，我是有福的，就是亚瑟。所以在这一段我们有四个族长，这个第一个乃是啊毗拉所生的蛋啊，就是为我伸冤。第二个就是啊毗拉所生的这个拿弗他利啊，拿弗他利是相争的意思。那么再来呢，就是利亚的使女细帕所生的，哎呀万幸啊加德。再来呢，是细帕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啊，叫做有福的亚瑟。所以啊，这四个乃是什么啊？你自己默想一下啊，从蛋拿弗他利啊，蛋是深渊，拿弗他利是相争，谁跟谁啊？就是这个拉杰用他的使女毗拉来。这个要胜过他的姐姐的事情。那后面呢，那姐姐那边啊也把他的使女细帕交出来然后又怀了两个，这两个呢分别是啊这个万幸的加德，有福的亚瑟啊，记住啊，万幸的加德，有福的亚瑟啊。那这四个已经抵定了，也就是总共八个孩子已经生了啊。那还有四个啊，剩下哪四个啊？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它记下来啊，把它记下来。这些事情不要小看，是有用的啊。那有一天呢，老师，这个图表没有的，他们说了没有图，那个别人的表图、那个你们那边把那个图表拿出来啊，老师这边根本上不了啊。哦，那我是看到我自己那个圣经里有图表的。那个 Wilson， 你们下次就这样，因为那个我老师的那个手电脑的部分根本就放不出图。嗯，那为什么能发嘛？今天那个也有第一次来的，他们根本有第一次来的哦，那这个要给他们看一下。张斌是第一次来的，张斌是第一次上来的。张斌你好啊，很高兴看到你啊。那个听听神的话啊，神的故事啊，很有意思的啊。好了，我们再继续啊。这个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你把那个十二支派的名字拿出来给这个张斌他们看，好吧？好，那我们再过来，哇，这四个前面的四个，后面的四个，总共八个已经搞定了。那后面呢，发生什么事？发生了这个前面的四个的第一个。叫做刘辩也慢慢长大了嘛，就是连续生八个也有七八岁了啊。那么七岁左右的刘辩到这个田里面去玩啊，寻见的风茄，这个小孩啊真好玩的、啊。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从小哈、哦、对这些东西啊都好像特别敏感。什么是风茄啊？这个就是今天啊，就是好像。春药就是跟这个会煽情的、啊、叫人动情的这种药啊、药材。哎呀，这个拿来给他母亲，哎，这个母亲，这个小孩怎么会拿这个东西啊？那表示啊，母亲平常都很在意啊，可能要用这个来吸引他的父亲来与他联合啊，有可能呢、啊。女为悦己者容嘛，啊，那个都是一样的概念啊。你们知道这个司马炎呐、啊，这个是晋朝的这个一个开国皇帝。哎呀，这个荒淫无道，那个后宫佳丽不是说这个几百上千了、啊，是上万呐、啊。他连那个要去找谁都不知道啊、就是要他这个坐前的羊啊，我就奇怪人不骑马了，那个羊啊在这个庭院里面呢、啊、慢慢的走啊，他说就让那个羊啊能够无论他到哪里去啊，他今天停在哪里他就在那边休息啊。你知道这些妃子是搞什么呢？这些妃子就想办法羊喜欢吃什么就给那个他们家的庭院里面啊很多这种羊喜欢吃的东西或羊喜欢的这味道，让那个羊啊就很自然的停留在他们那边啊，停了很长的时间，懂吗？就是这个意思。
工钱就这个就这回事吧啊。哎呀，那个拉姐一看到，哦，这个东西好啊，请你把你儿子的风钱也给我一些吧，啊，这个你已经很多了，给我一点吧。好，这个时候才正式啊，这个两啊相争，这个之前都是兄弟啊相争，这一次啊是这个姐妹相争啊。姐妹相争呢，都是为了爱啊。这个莉亚呢，啊，说什么？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哎，这个丈夫我先嫁给那个这个雅各的。你后来你夺了我丈夫的爱啊，让他不跟我在一起。那你现在想要夺我儿子的奉钱吗？啊，非常痛恨呐、啊。那拉吉就说，那你为了你儿子的风险我今天要定了，那今夜你就跟他同寝吧。哎呦，这好像这个老大是大老婆，好像是拉吉的意思啊，我说了算，我说了算，你知道吧。晚上到了，雅各回来了，累得半死啊。啊，利亚出来迎接啊，说你要与我同寝啊。哎呦，讲得好直啊。为什么我是用我儿子的风钱把你雇下啦？啊，这个很难找的啊，这个好像是这个灵芝一样。哎呀，我把你雇下了，你也这个雅各与他同寝啊，神又应允的利亚就在那一夜就怀孕了，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啊。哎呀，前面不是有四个吗？流变西面立位跟这个犹大，那么现在呢第五个啊，利亚说啊，这个孩子啊是神所赐的，他给我的价值啊，因为我把我的使女给了我丈夫，所以啊我要把他取名叫什么？以撒迦。以撒迦是什么意思啊？以撒迦就是蛮有价值的意思。好，然后请问呢不然这样啊，我全都讲完了，我再回来来考你们啊。这位以撒迦是什么意思啊？是满了价值的意思。那么利亚又怀孕呢，生了第六个儿子啊，这个就这次就很顺了啊，也没有说卖那个风钱。好，利亚说啊，神真的赐给我厚赏啊，我的丈夫必要与我同住啊，因为我连续给他生了六个儿子啊。于是啊，就叫他什么西布伦，西布伦就是啊，我的丈夫要与我同住啊，跟利未有点像啊，与我联合啊。然后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叫做底拿啊，这个就是这样。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啊，然后才顾念的拉结应允的他，表示啊，这个拉结可能到最后也悔改了，也到主面前了。那么应允他，使他能够生育了，啊，拉结终于怀孕生子，就说啊，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啊，他知道他不生育是羞耻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教会没有增长啊，没有成长，没有生育生养教建新的孩子进来，是我们的羞耻啊，懂吗？就这个意思，哎，就给他起名叫什么？叫做约瑟。哎呀，约瑟啊，是。增添的意思是什么？哎呀，愿耶和华神啊，再给我添一个儿子吧！哎，这个一个不够啊，我还要啊，我还要。这就是招弟这样的名字啊，招啊，这个招一个弟弟啊的这个过来啊，因为生的这个3000斤、4000斤、7000斤的，就是不生儿子，所以那个女儿的名字啊叫做招弟啊，就这个意思。好。这个拉结生的约瑟以后，雅各对拉班说：“我要走了，我要回到我本地、本族、本乡去了。”好，在这边时候啊，我们前面的十二支派要好好的复习，而且好好的进入。我先讲最后的这个四个，最后应该这样讲吧，这个。最前面是利亚的四个儿子啊，分别是什么？叫他得子的流便，在听见他苦情的西面啊，与他联合的利位啊，赞美耶和华的这个犹大啊，这是头四个。
后来的四个呢是真进来的啊，这个拉杰就把他皮拉给雅各为妾，那么生下来呢就是但啊为我伸冤啦。再来呢就是叫拿弗他利啊，是啊为啊我与我姐啊相争，而且还得胜了啊，哎呀自己生不出来只能就用这种方法。那么但和拿弗他利之后啊，利亚也搞这个事，你可以把你的使女给丈夫，我也可以啊做妾。后来这个希帕就生了啊，第一个他说万幸啊万幸啊，我又有开始有儿子啦啊，我不会停在这个四个就停了。再来呢，哎呀众人都要称为我有福啊啊，这个我是有福的，有福就是亚瑟。所以在这边的四个分别是但是蒙深渊的意思，这个过来是什么这个拿弗他利是什么与之相争的意思。然后再来呢是对手生哈哈，这个西帕生的第一个叫万幸的加德，第二个叫有福的亚瑟。好，我们已经把这四个重复的讲几次了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分别的意思是深渊相争，然后呢万幸和有福那这个你已经知道了，以后我们再继续到最后的一组。那最后一组有加一个底拿的女儿，其他的都是儿子。那么最后的是因为用风茄雇用下来的这个雅各那她怀孕的这个得着的这个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利亚就是为雅各所生的第五个儿子，是因为利亚出的这个风茄为代价，又出的他的这个使女来给雅各为妾为代价。哎呀神真是给他价值啊，他现在终于有了这个以撒家这个有价值的一个交换。也就是说在这个前面呢他只是透过他的使女希帕生的两个，分别是什么？分别是万幸的加德有福的亚瑟。后来他自己因着风邪出了代价，因着给使女做妾出了代价，神给他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以撒家，就是有价值意思。那么以撒家之后他又怀孕生子，就叫希伯伦。希伯伦就是说神必要赏赐我厚赏他我的丈夫必要与我同住这个我要叫他希伯伦，他要与我同住，他的联合也就是立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个希伯伦是神与我同住，也是这个意思，好不好？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第三组就是以撒迦和希伯伦，之后生了一个底拿，这个没有特意放在十二支派里面底拿后来被事件所玷污，后来也引发了一场这个相当残忍的屠杀这就是底拿。那后面最后的时候，神才顾念拉杰，使他生一个儿子，他就取名叫增添的亚瑟。亚瑟呢就是我有了这个儿子我还要再继续增添今天这个部分老师教你们怎么把它背下来记住这个十二支派对你将来非常有利，非常有利。因为在整本圣经的那个属灵的流跟这个十二支派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好不好？所以你必须背好你不是给你开玩笑的你需要背。而且呢这个还要最好那个彼此的关系都很清楚。前四是利亚，后二是这个庇拉，再后二是庇帕，再后三应该讲二加一了是利亚 again， 最后一
就是拉杰，拉杰生完的这个约瑟回到巴勒亚兰，从巴勒亚兰到了迦南美地没多久，死掉的时候因为难产呢、啊，死在以法他啊，生的叫做便雅悯，好吧，便雅悯。好，那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些啊，就是所有的十二支派的主要的名字了。来，弟兄姊妹，我们停在这边，我们要好好的把背起来。你现在跟着老师背啊，利亚因为神看见他的苦情，看见他失宠，就特别给他儿子，这个给儿子老大叫做流便，流便就是啊得着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怀孕啊，是他知道是神听见他失宠的原因，所以叫做西面，听见的意思。后来她又在怀孕啊，她说我的丈夫必与我联合，就叫立位。再来呢，她又在怀孕啊，她就开心的仰望赞美神啊，将这个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给啊神家也定名了。那拉杰看着不对啊，就把他自己不生育，就叫妾啊这个毗拉来与雅各同情啊，我生的第一个啊是得着深渊呐、啊，耶和华神为我们深渊呐、啊，我得了一个了，我不是空的零呐 啊, 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啊深渊的意思就是蛋，那么生了蛋以后又再生一个，他说哈哈，我跟我姐相争，我居然得了胜。所以这个叫相争的什么拿佛塔里，好，但叫做什么，但是这个是深渊的意思。拿佛塔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相争的意思，相争的意思。好，这四个都处理了，从但是深渊，拿佛塔里是相争。后来呢，希帕也很争气，生了一个叫做万幸的加德，再生一个有福的亚瑟，加德和亚瑟。好，这个到这边已经是八个孩子。那么再下来呢，就是利亚用丰钱所换来的价值，价值是什么？以撒加价值。那么再来一次，她又怀孕生子，她说我的丈夫必与我同住啊，就是西布伦，西布伦。好，那至此啊，这个利亚已经生了前面四个，再加这两个，总共六个儿子。但是后面又再增加一个女儿，叫底拿就是美丽的意思了。那么再下来以后呢，这个人君兴旺啊。然后神才顾念的拉杰，拉杰才怀孕生子，取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所以等到约瑟出生了、这个利亚还有两个使女所生的、早就比他的年纪大多了啊，对不对？好，因为啊拉杰这个流便那时候都可以去打风茄了嘛，所以这个约瑟跟那个流便的年龄啊，肯定是有一段的距离，十几年是跑不掉了啊，比较难啊。但是现在因为啊，圣经里面很特别的时间轴上面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明明是啊，跟这个拉班讲了前七年啊白做工啊，为了娶拉结，后七年呢、他就觉得很苦啦，他不想留在这边了、这个老板呢、这个常常呢、就是这个想尽办法压榨他，对不对？七八次十次改变工价、这个他自己改变工价可以，但是也没那么做那么离谱啊，那么明显啊。那么后面呢，不是讲好了羊群牛群中有斑有点的、那算我的，结果这整夜就有斑有点都被人家抢走了，你知道吗？所以啊，这个拉班并不好搞。好，那所以雅各说，我想要回到本乡本地去了啊。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你舅舅、女儿、儿女们呢、啊，都带给我吧，让我走吧，让我走吧。你知道我怎么样服侍你的，对不对？你都很清楚啊。我尽忠尽力，也非常尽责。那么拉班就对他说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想要走了啊。但呢，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啊 ，if now I have found favor in your eyes， 那 stay here 啊 ，for I have divined that Yahweh has blessed me for your sake。我呢已经算定了啊，如今呢、啊，我们这个亚兰人，特别是啊拉班，哦、啊，他们成为了万户之首。”哎，这个大的有钱人呐、啊，啊，非常有影响力在那地。原因是什么？原因无他、啊，就是、啊、这个因为啊，耶和华神赐福嘛，啊，那这个赐福给那个雅各，然后雅各在这边的原因啊，啊，这个所以你跟我继续同住吧，啊。那么那他这时候就讲你也可以定定你要什么啊，指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啊。雅各对他说话了，这时候还没翻脸啊，讲得比较客气，我怎么服侍你的，你的牲畜在我的手中是怎么样的你都是知道的，我还没来到以前你其实有的不多啊，如今呢却发大许多了，对吧？这是客观事实吧。因为啊，耶和华神是随着我的脚步赐福给你的，但这样子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家立业呢？新家立业呢？啊，那拉班就说：“那你希望我给你什么吗？”雅各是聪明的，你什么都不必给我，但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就仍然归仍旧啊放牧你的羊群。什么事呢？啊，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挑出羊中啊，有点的、有斑的、有黑色的，还有这个山羊中啊，有斑的、有点的，全都给它挑出来。将来啊，这一等的，通通算我的工价哦。以后如果你来查看我的工价，你就可以看到啊，我手里的山羊都是有点有斑的。要么这绵羊啊就是黑色的，如果不是黑色的都算我偷的，可以吧？啊，那这样呢就可以证出我的公义了啊。哎，拉班也不笨啊，哎，好啊好啊，我情愿照着你话去做啊，啊，这个你尽量啊，你尽量。好，当天呀，这个拉班呢就把有斑有点的那些公山羊啊，这个有纹有斑的公山羊，有点有斑的，有杂白纹的这个母山羊，这个是要婚配的话才会生出有点有斑的嘛，啊，他就给他都挑出来，啊，有绵羊呢，有黑色的绵羊挑出来，全都交给他的儿子的下属手下，啊，远远的，啊，使自己呢跟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啊，为什么要三天呢？就是怕你的那个羊啊，每一个都生出来这个有斑有点的。结果呢，因为这三天，雅各、啊、才有办法做出奇妙的这个瞒天过海的这个夺巧取豪夺。因为这三天，因为远嘛，你也不会看，那因为你自己心中算定。这一回啊，雅各啊，就一辈子就得待在我这里为我放牧羊群了。为什么呢？他走不了啊，他现在这个工资一块也没拿到啊。好，雅各可有意思啊，后面所记载的、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就能同样的做都不一定有。这个科学上面非常觉得无法解释啊。他说啊，雅各牧羊那个其余的羊了，当他牧羊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为自己啊得到有斑有点的羊啊。那怎么处理呢？他拿着羊树 ，He took himself a rod of fresh
poplar， almond 就是杏树杏仁的那个树 ，and plant tree 啊、plant tree 这个枫树的这个嫩枝啊 ，pale white streak in them， 只要它这个把这个嫩枝啊怎么样、啊，把皮剥开来成为白纹的，使枝子露出白的。And made the white appear, which was in the rocks. 不管怎么样，他做这什么动作，我们看不懂。他是专家啊，他知道怎么样那个去骇客。这个他把剥了皮的那个枝子，对不对？对着羊群插在这个阴阳的水沟，就是靠近了、啊。水沟水槽，羊呢？喝的时候啊，就屏目相合嘛，啊、，they conceive when they came to drink， 当他们啊来到喝的时候啊，就发情，然后就结合。那么结合啊，就是两两的，这男的女的在公的母的放在一起，公的母的放在一起啊，让他们呢、啊，动情就生怀孕。哎，羊对着枝子配合，很特别。The flock conceived before the rocks, and the flocks produced drakes, speckled and spot. 他这个讲的很有意思，他就说，当这个羊啊对着枝子啊，然后交合的时候啊，就生下了有斑有点有纹的。为什么？哎，这个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羊呢？雅各呢？把羊羔啊分出来，分出来以后呢，使拉班的羊，看这边啊，这群有斑有点有纹的羊和黑的羊相对啊，再把自己的另外自己的羊呢，另放在一处，又不让他们混杂，又变身回去了。所以啊，凡是我的都是我的，凡是你的我就让你啊随便便养，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羊群啊肥壮相合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枝子、啊、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什么意思啊？这个只要这个羊啊是长得又高又壮又好的，啊有卖相的，他就是那样，就做这个工作。但是啊，羊呢如果是瘦弱的结合的时候啊，他就不插了。这样呢，久而久之啊，瘦弱的通通归给拉班，不是说没生，只是瘦弱。但是呢，肥壮的呢，全都归给雅各了。哎呀，雅各就因着这样子啊，极其昌大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啊、仆贝、骆驼和驴啊，这跟他老子跟那个公公啊，是。先祖啊，亚伯拉罕和以撒是一样的，许多羊群、仆婢、骆驼和驴，那牛都没讲呢，所以这个是养羊专业户。好，来弟兄姊妹啊，这个是第三十章。等到第三十一章的时候，雅各一听，哎呀，这个拉班的儿子开始有话说了，为什么？窃窃私语。雅各已经把我们夫妻所有的都夺走了，还假借我们夫妻啊，又得着这一切的荣耀啊。He got all this wealth 啊，这个不叫荣耀，而是财富的意思。所以拉班啊，以前呢、啊、见到他就是嘻嘻笑，哎呀，反正是在利用他。如今呢，笑不出来了啊，气色就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就再一次向雅各，然后说出什么样，这个显现说话。前面呢，在这个伯特利的时候，借着登天的天梯上去下来啊、向他说话。那么这一次呢，是因为他开始已经知道他四周围有风险了。这个雅各这个听见耶和华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了，你要回到你的亲族那里了，因为我必与你同在。好，这句话讲完以后，他的的确确就开始行动了。好，那我想我们行动明天再讲。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就交给弟兄姊妹那个我这边看不太到啊、你那个
我看谁可以讲啊？金木啊，你来选一选，还是那个，看，哎，我真的看不到，奇怪。好了，金木，你们那边选一下吧。哈兰啊，哈娜，你也来帮忙老师选一下吧，好不好？好，来。老师，好的，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然后我看，郭玉莹方便吗？不方便就交给，好。方便，就是今天就是看到那个雅各和他舅舅拉班分家，然后看到神亲自启示他，然后和他同在，然后也赐给他智慧。就是看到雅各他就是因为他之前有欺骗的行为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然后所以神也是公义的，然后也让他在拉班这里就是有20年的这样的不公的待遇，所以就是提醒我，就是神是公义的，也看到神就是就是但是神也有给他的恩典和祝福，就是也亲自的启示他，也亲自的带领他，然后神也有很多的爱给他，然后也让我看到就是他就是神对他的恩典，还有雅各对他的信靠吧，就是在患难中就是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然后还有就是对于那个羊群那里就觉得很神奇，就是神亲自其实他要有那种带斑点的，还有就是有颜色的，所以就真的是自己想不到，就看到神就是真的是有有就是能启示人赐给人聪明和智慧，然后也就是也启发我就是更多的想来到神面前向神要聪明和智慧。谢谢老师的就是讲解，然后我的分享就今天先到这里，谢谢。把时间交给杨弟兄吧。杨弟兄。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谢谢子龙的分享啊。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约瑟的那个雅各的妻子利亚还有拉杰他们在相争，但是呢那个神的应许呢也在雅各身上呢，也在他身上显出来，让他生了12个儿子。神祝福亚伯拉罕说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雅各是12个儿子。下到埃及以后回来都成了几十万人。神的祝福真是应许是不能改变的。在这里也是神的保守，利亚能讨神的喜悦，让他生了6个儿子，一个人就生了6个儿子。拉杰因为还心中有偶像，也偷了他父亲的偶像，不讨神的喜悦，这也是我的请诫哈，要真是心里无论是有其他的所爱的胜过爱神的，就是偶像，包括你说孩子啊、家人呐、还有世界啊、金钱啊，说这都是爱神、爱世界胜过爱神，那就是偶像，神都是不喜悦的。
我们每个基督徒呢要努力要讨神的喜悦，做神喜悦的孩子。好，我就分享这些交给长门姊妹。心语方便吗？你今天时间还早。笑霞姐吧，心语没出来声音。笑霞姐。也没有声音吗？交给郭娇。你叫那个杨弟兄，我才醒醒过来，就是你黎明，我半醒半好像听见，好像没听见，就是你黎明，我又讲了，有个那个喇叭真是是世界上那一样拉着我们，我们会给那个雅各被那个喇叭。骗了多少年，真是被世界拖住一样，求神也怜悯，是当时上帝爱那个雅各，使雅各能够夺回他的财产，是上帝的祝福吧，求神怜悯，我每天祷告叫神给我惊醒，不知道怎么到了十点以后我就困得不得了。我刚才朦里朦胧，你叫我严弟兄的时候我才醒起来，求神怜悯吧。那你就心语没答应。好，小霞姐，启程姐方便吗？启程姐。不方便，那我就来总结一下，因为今天其实老师前面给我们讲了很多昨天的内容，我相信我们大家心里都已经好像是都记住了但是我今天就想分享那个，就是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十二支派的名字，还有其实我们跟着老师这样走的时候就很容易能记下，能记住。也就是说像利亚生的前四个，流便他的意思就是有儿子，西面就是听见，利位就是联合，犹大就是赞美，那么接下来就是拉结布，就是不死心嘛，就嫉妒他姐姐，让他的使女屁拉，然后生了丹就是深渊，拿佛他利就是相争，接着这个利亚就用分钱就是换来了一夜，然后有了以撒家就是价值，后来有了希伯伦就是同住，这就有了第十个孩子了，所以后来就到了那个西帕生了加德和亚瑟，就是因为在利亚生以撒家和希伯伦之前，他也把他的使女西帕给了雅各，所以生了加德就是万幸，又生了亚瑟是有福，后来才生了用那个分钱换来了价值，就是以撒加和希伯伦同住的意思，接着拉结就生了约瑟，增添的意思，再后来就有了便雅悯，我们都知道这是十二支派的名字，
那么其实从雅各十二支派生完了以后，就经文就转到了雅各和拉班定工价。那么雅各为了就是娶拉结，就是为了应该说是为了娶拉结吧，就服侍了拉班14年。因为接着就看到说神就大大的赐福雅各，并且拉班其实他心里也很清楚，若不是神与我同住，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华赐福于雅各，就是是为，就是说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那个是经文的原文是这样说。其实拉班心里很清楚，他知道雅各的神是在祝福雅各，是因着那么也看到说上帝对雅各格外的祝福，就是像刚才所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这个羊的问题，就像老师所说的很多科学都不能解释的问题，那么于是雅各就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说雅各因着夺取了长子的名分，得到了以撒的祝福，而去投奔了拉班，也就是第一说他丧命，然后也是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寻找他的妻子利百，寻找他的妻子，因为就是利百加不喜欢他们，不喜欢雅各再娶赫人为妻，所以看到说也有两个意思吧，两个使命。一个是逃命，第二个就是娶妻，回到就是本家父家那边去。看到整个的过程当中，看到新的我们看到神的手的带领，神的手的介入，无论是怎么着都在神的手中。看到雅各他极其发达的时候，虽然他拉班就是母舅没有给他工价，也没有给他什么，就是刚才老师所分享的还用反话来问他，你怎么能白白的服侍我呢？实际上就是说，可能是嫌弃他在他家吃闲饭。那这里看到神的祝福，运用了我们生活当中，多少时候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目光也会很短浅，只看到说眼前的光景，没有看到当没有就是说得到应得的工价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时常会说，不要您的祝福，要神的祝福。所以从整个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从十二支派这个过程，就是十二个支派所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物带给我们的影响，带给我们的警戒，也非常感恩。尤其是刘辩，从刘辩身上，就像刚才老师所说的，刘辩才几岁的孩子就能去寻找分解，就能寻找分解。那么也看到说在未来有一天他能上皮拉的床，也就是说那与这个从小的这个生长环境，或者是自己的思想，或者是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都不知道，但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让我们自己在就是都是做理论上大多数都是做父母的，那么我们如何教育后下一代，就是有属灵的后代，包括不单单说是我们自己肉体所生的，我们传的福音，我们属灵的果子，属灵的后代，就是如何去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彰显神，能荣耀神，做个好榜样。像真的是我们的老师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这是用生命在服侍，无论从哪方面都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也效法，就是尤其是也是效法基督吧。那么我今天就分享这些吧，时间交给金牧师。好，我们来祷告啊。谢谢那个昌美的总结与回应。那个我想问那个詹冰，你能打开麦克风吗？你今天能听懂吗？张斌，听懂了一点点。啊，那你现在就是把那个雅各生了
十二个孩子嘛，那个名字你就把它记一下就可以啊。就是、哦、了解了，了解了，以前不知道嘛，十二个支派嘛，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女嘛。对对，十二个儿，就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成为这样后来的十二个儿女，各个支派。因为其中有一个女叫十二个儿女，十一个儿嘛，一个女嘛。不是，那个女儿算起就十三个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十二个呢、嗯，都是男的，都是他儿子。哦哦，可能是我搞错了。啊、反正我只、那个、知道十二个支派，就是拉杰是雅各的原来最早的一个，是拉杰啊，那个利亚。那么谈恋爱呢，雅各谈恋爱呢是跟拉杰谈恋爱的啊，谈了七年。你要记着这个故事的背景啊。那神是祝福在那个利亚的，为他预备了利亚。那雅各呢是用仁义，因为拉杰有吸引力啊，眼睛也有神，可能长得也漂亮，然后呢是代表的属世的。所以呢他拉杰以利那个利亚一共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女儿呢不算在那个弟兄里面，也不算在支配中间、啊、你就记住啊。然后中间呢两个呢都是婢女，那么拉杰他就是自己不会生，看姐姐生孩子生了那么多，拉杰的婢女给他生了三个嘛，四个，流变前面就一下子就生了四个，一共生了七个，我跟你说，生了六个那个儿子啊、那六个儿子前面是一下子一口气，也就是说一口气生了四个连接的啊、然后呢，拉杰呢就嫉妒了，生气了，一怒之下，我家婢女给你，我家使女就是丫鬟，他家的丫鬟给他了，你知道吗？我也给我老公，好了，一给呢就生了两个。那大那个姐姐就看妹妹把自己的丫鬟给了她爸，也给她一个丫鬟，她结婚的时候也有丫鬟、那我也把我的丫鬟给她、明白吗？又给她生了两个。对，然后我也把我的那个丫鬟给她，所以中间就四个，两个丫鬟生了四个，每个人生了两个，明白吗？然后呢、再来呢，那个故事呢就用那个。有一次呢，利亚的儿子呢就出去啊，就捡到了那个番茄了。番茄的意思就是吃了这个番茄会怀孕，你知道吗？拉杰就想要了，拉杰就想要呢，怎么样？就说你今天把这个番茄给我，那番茄给我那个利亚肯定不给喽。利亚说这是我儿子给我的，是不是？那没关系。你给我，我就把雅各给你，那天晚上给你睡觉啊，四个老婆嘛，等于是不是？那那做主的呢都是个拉杰做主啊，因为拉杰跟雅各有感情的，有谈恋爱的，因为他们谈了七年了嘛，是不是？只是结婚的时候他爸把利亚给他，把大女儿给他。我是跟你叨咕一下，让你比较容易去记啊。听着的。对，所以呢拉姐呢就因为有那个有这个番茄呢，她回去呢也生了两个儿子了，一个约瑟，一个是那个便雅明，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大概那个次序是这样，记住什么意思啊？中间四个都是怎么是那个妾生的啊，是使女生的，那个是那个两个主母生的主啊，然后呢一共加起来呢就十二个了。然后呢刚才呢那个一个是看见，一个是听见啊，一个是联合，一个是炸眉，一个是深渊，一个是先征，一个是万幸，一个是有福啊。那个呢以撒家最容易记的是个价值，那个分钱给他嘛，利亚就说我这个分钱给你，我又得了个儿子，你看多有价值啊，最起码他看见的是一个以撒嘛啊。以撒家生来了，所以说有价值啊，神给了他价值，然后呢又给他叫做同住啊，然后加添，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我的右手的儿子啊，你就这么记住大概呢，然后哪天到教会呢啊就捋一捋啊、
然后呢就把它记下来，哎，那个故事你就能看懂了，啊，我只是为了你捣鼓捣鼓，让你比较容易记啊。好，我们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你自己的仆人林尔文老师，主啊，一再的向我们导出，主啊，让新来的人也能够开始记住，让老的更加记住故事的内容背景，主啊，意义，主啊，给我们的学习与警戒。亲爱的阿巴父，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谢谢你，每个人的亮点都不同，主啊，每个人加起来就是一股力量，主啊，让我们就把圣经整得完整。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虽然是晚上，但我们真的蛮有精神，被你主啊圣灵而充满，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个哦主啊平台能够蒙你的保护，蒙你的祝福，人数增多。阿巴父，你来做工，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使我们这个平台人数增多，年轻人都能上来学习受你的装备。亲爱的阿巴父，我们向你感谢，愿你来纪念你的仆人，也主啊祝福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出口的，无论是领受的，都能够同盟造就。感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背主导文结束啊。背主导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声音麦克风。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明天见啊！明天见。我们是周一到周五啊，周六没有啊，张斌你记下就可以啊。明天礼拜四还有两天，礼拜五啊。感谢主，明天见啊！